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auty 美人志十一月号的封面人物陈婷婷。现在要进行我的漫问。我会选钢铁狼。哦，为什么啊？因为边赚钱边运动。哦，这题当然是王阳明。跟导演，导演会受不了。如果你没有看，会没有话题跟朋友聊天。因为这是第一个，里面有我，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。好，要回归正常啊！我觉得这部戏呢，跟这个杂志呢，都是我们用非常多的心力、非常多的爱去灌溉出来的，所以希望到时候你们都会喜欢，而且要支持我们哦。